收看《快乐来运动，健康动动》。耶嘿，大家好，我是新武哥哥，我是新一姐姐。各位同学们，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开心跳舞喽！各位同学们，常常运动呢，可以让你身体越来越健康，而且新陈代谢可以变好哦。没错，而且每天基本运动30分钟呢，气色越来越好。哎呦，脸呢越来越红润，对不对？没错，哎呀，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呢，把运动呢变成一个好习惯，你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了，对不对？没错。好，那还等什么呢？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哦！开心，而且这么跳舞呢，真的是好处多多啊！你看，可以像老师一样身材这么好，没错，天生加后天的努力，绝对可以达到完美曲线。哎呀，就可以像天然老师一样，对不对？那我们跳舞呢，其实呢不受场地的限制，在家都可以轻松跳哦，对不对？没错，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家里的地板通常都是瓷砖，会比较硬的地板，一定要有舒适的鞋子，保护好脚。可以吗？好，鞋子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运动前一定要暖身哦。没错，没错。OK， 那我们都准备好之后呢，就是要跟我们一起来学跳舞啦。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那就跟着我们一起，一个就各位了。来，预备位置。好，来从第一个八开始喽。好，来第一个八，我们首先练习一下。手打开，握拳头，可以吗？可以。所以一的时候是手交叉，所以你们左手往前，右手往后。可以吗？左手前，右手后，所以尽量要靠近自己的身体哦。有人可能会误会，哎，这么开，来看老师侧边，可能会这么开。哦 ，no， 是要靠近身体，所以靠近身体，你的肩膀自然的会转。哦，整个上半身从腰部以上会扭转。好，如果你的只有手，手就会这么开，你的身体都动不到，上半身动不到，所以我们是要连腰部以上都动，所以手会靠近身体，腰部以上自然会扭转。换边也是一样，开手然后扭转，可以吗？好，所以一第一拍的时候是先扭转，一，二回到中间，三扭转，四回到中间，可以吗？可以。好，我们的脚是右脚先开，然后我们往你们的右边扭转，一，二，三。四可以吗？再一次哦，走，一、二、三、四，好，接下去交叉脚，右脚往前五、六，然后往后踩一步七、八的时候头抬起来，八，抬头可以吗？再一次哦，所以刚刚四到这边，三。四在这边之后，交叉脚，手来不同手不同脚，所以你们的右脚就会配左手。OK， 左手会微微往前，可以的话加上一点肩膀，往前，往上，大，上，可以吗？换边换脚一样，上，然后之后往后踩一步的时候，手往下到上摸起来，大腿的前面摸起来，加上头往上抬。OK， 第一个八完成了，我们再一次哦，来一位，六七八走一。二三四交叉五六往后七八 yes 摸起来之后手就可以扶在腰旁边女生就会给一点曲线一点曲线男生就可以直直的摸起来就好了好帅的女生加上这边一点曲线然后八抬头可以吗再一次哦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最后一次六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配音乐了，好不好？好耶！各位同学跟着音乐来跳一次 ，Come on！ 我们一样做慢的一次哦，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再一次。
单吧？好简单啊，好简单，是不是？那我们直接进行第二个八拍了，把它接下去。所以刚刚最后是往后七八抬头，接下去往前踩，左脚往前踩，一二一踩两步，一二可以吗？好，好，往后前面踮着这只脚，踮着这只脚往前踩，一二，然后之后开脚，左脚打开，三四坐下去，屁股往左边倒，坐左边推，推可以哈。好，再一次往前踩，往旁边屁股下去，好，六七八一二三四，好，可以再一次六七八一二三四，好，可以，我们加上手部动作哈，好，手往内合，然后开，手腕转转下下，可以吗？先转再下，对，先转转的时候脚就张开，转下下，所以一手是平的，一手是高的，好，之后好像打拍子一样，转手哈。转手哈，然后臀部就跟着一起转手的时候，臀部微微的往右上抬起来，然后左下，好，右下，往下，左下，所以手哎大，哎大，可以吗？所以拍子五六七八，第二个八又教完喽，我再一次啊，六七八，一二，转手四五六七八，就是这么简单。Yeah. 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那我们配上音乐一样，慢的来一次哦。第二个八拍配音乐来跳一次。五六七，前脚点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再一次慢的六七 and 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之后呢，每跳一次都会不一样哎，绝对的，越跳呢，越到后面呢，其实我的一动作越开哦，没错，就是越个人的风格会越来越强烈，越有明星架势。好了，那我们把两个动作学完了，接下来进行是第三个八拍哦。好了，跟着各位第三个八来预备，所以刚刚最后是哦这边做完了，三太子五六七八。OK， 右脚踩过去，然后手拨，所以是不同手不同脚。你们的右脚踩，左手拨过去，拨过去。回来之后并脚的时候会轻轻的往上颠一下，颠一下，然后只要换边抹开，拨，抹开，并脚一样颠一下，颠一下，可以吗？所以拍子是一二 and
N 在上面的，对 ，N 拍在上面。一二 N 换三四 N， 好，再一次右脚踩过去，走。好，一二 N 三四，再一次一二 N 三四 N， 好，可以吗？可以。所以前面四拍就是抹过去，抹过去之后，来，最后在这边大大大，然后右脚打开。左手借我，这样子往下穿，可以的人配上一点点胸口，不行的人就是手往下就可以了，往下，然后另外一只手弹直，换边往下弹直，弹直，所以左手往下，右手弹，换手，嘿，弹，可以吗？所以老师的脚是右踩，左颠，左颠呢脚后跟是起来的，换左踩，右颠。配上手脚一起走，往下弹直，往下弹直，再一次，五、六、七、八，可以吗？可以。好，来前面四拍一起做一次，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可以吗？再一次，五、六、七、八。一二 n 三四 n 五六七八，又来一次了，好不好？好，第三个拍给你来跳一次哦 ，Come on， 动起来喽！六，我开，预备，一二 n 三四 n 五六七八，再一次，一二 n 三四 n 五六七，加快速度 ，Go！四个吧，预备了。好，好了，最后是去哪里了？嘿，在这边。好，弹指这只手来看老师，来先讲手，手往下放，放完之后手肘带起来，带起来同时另外一只手跟着跟起来。好，好，变成一个斜角握拳头，可以吗？可以。再一次啊，弹指往下放，一、二，可以吗？有看到的过程吗？来再看一次，手放下来。往自己的胸口内侧放下来，抬，之后放下来，之后再一个翻，打开，开，可以吗？再一次，六七八，一二三四，来配上脚，所以刚刚最后在弹指这里，对，六七八，来看的脚后跟离开这只脚，往你的鞋后踩，好，一二。三四，好，四步都有脚步，来再一次，来弹的这个预备，脚后跟离开，六七八，一二三四，可以吗？我们配上手一起来一次，六七八，一二三四，可以吗？可以不可以？再一次啊，六七八，一二三四。只要记得试的时候一定是翻开，可以吗？接下去咯，最后咯，好，手画圈，从你们的右边画一圈，画圈下，换边画一圈，下，可以吗？所以左边画一圈下，哎，右边画一圈下，然后下去的时候看老师的脚重心会过去下去那一边，所以脚后跟又自然的另外一只脚会抬起来，抬起来，换边一样。下蹲低一点，画圈下，画圈下，好，来第四个八，再一次，五六七八，一二三四，画圈下，画圈下，可以吗？可以 ，OK， 可以吗？我们一起跟上拍子练一次喽，好，预备，加油 ，Yeah， 跟越来跳一次喽，六七八，一二三四五。七八，再一次，五六七，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可以吗？快点来一次，预备，五六七八，一二三下，五六。
直接跟远慢的来一次，好不好？好 ，OK。五、六、七，我开，一、二、三、四，手上，上，脚往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一次慢的预备，五、六、七。活力耶，越有喜劲的，真的起劲哦，越起劲，对不对？对，起劲的，来劲的，来劲的，汗都哎，喷到，都喷到我们脸上。远离我一下，好。哎呀，好好好，相信各位同学呢也是跳得非常尽兴啦，这样就对了，对不对？对，每天都要运动哦，这样才会健康哦。好，接下来呢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重点总复习啦。哦，来来来，第一个八开始再重新讲一次哦。好，第一个八重点是什么？来，第一个八的重点就是这样，但是手不要太开。对，不要开的原因是什么？不要开的原因就是呢，如果你身体太开的话，身体就没办法扭转，所以我们用小一点，身体可以扭转。对，因为来观众可以自己试看看，没错，欣欣讲的非常非常好，100%的正确。OK， 听懂听懂，听懂听懂。所以来你们可以试看，如果手太开的话，其实你身体会不好，你会变成手，变成手。嗯，你看没有办法扭太多。如果你的身体是靠近，你的手是靠近身体，你会自然的这样扭很多。开，开，你自己试看就知道了。手，你就感觉哎，是不是卡住了？嗯，卡住了。但是手靠近身体，它就会很自然的从腰这边扭转过去了。好，我们要的是这个，也有手开的，也有这个动作。但是我们今天是要做的腰部以上扭转，跟着手，好，练一下我们腰部的椎间。露露，露露，露露，老师也有露露，所以老师要多练。老师有腹肌耶。老师，好像你看错了哦。看错是不是？最好是不要近距离。近距离，我让你拿近距离了，不可以。OK。好，来，我们后置帮你上腹肌。哎，可以吗？谢谢。好了，第一个八重点就是在这个。好，我们一起再一次啊，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第二个八，手打开，二、二、二。可以吗？它都会有一个重拍，都在双数的时候，所以看老师的动作都是重拍，一、二，哦吓一跳，三、四、五，大怒神，都是双数的时候，12、4、6、8是重拍，所以你们要跟着音乐一起都有重拍，所以心里有那个那个重拍才做得出来。对，可以画，但是不要喊出来，不要喊出来，有点糗，跟老师刚刚一样。不会了，可以吗？所以第二
双数都是重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可以吗？可以。第三个八拍，抹 ，OK， 抹过去，一、二，颠起来，颠起来，颠起来，三，再颠，四，然后手往下，来，这个重点就是，可以的话，手。再加上胸口，可以的，对对对，星星刚做的很好。好，如果觉得胸口还是有点不是延展性这么够，我们就是手也可以，手往下垂，弹指，垂，弹指，要多一点，加上胸口，六指，下，弹指可以吗？可以。好，来第四个八拍，好，重点就是手跟脚的协调性，一，二。三开四，再开好转手画五六七八，可以了吗？可以。重点都讲完了，嗯，我们配上音乐来是慢的了，好不好？好。Come on， everybody， 一起动起来喽！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再大跳一次 ，Yeah， 准备好了吗？好了，一起跟我们疯狂的跳舞吧！Non-stop 停不下来，想继续跳下去。对啊，哇，老师又流汗了，我们也流汗了。好，没有，不可以。对，好，最重要的回家也要多多练习哦，好不好？今天呢，也要谢谢我们的天雷老师。各位同学，快到快乐来运动粉丝页按赞哦！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快乐来运动健康动动，耶！